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西甲球会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，法国前锋宾森马将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。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就报道了宾森马的未来情况。罗马洛就表示，宾森马将会在下周被邀请前往沙地阿拉伯，将会加盟沙地冠军球会伊提哈德。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宾森马的转会交易预计将会在星期三正式官宣。而年35岁的宾森马，他和皇家马德里的合同将会在本月30号到期。他在今季为皇家马德里在各赛事上阵了42场，合共攻入了30个入球，交出6次的助攻，其中在西甲赛场上阵23场，攻入了18个入球。自2009年由里昂加盟皇马之后，宾森马一共在皇马效力了14个球季，期间在各项赛事的总出场数达到648场，一共攻入了354个入球，先后为皇马赢得4次西甲冠军、3次的西班牙杯、3次的西班牙超级杯，当然不少得合共5次的欧洲冠军联赛冠军，还有4次的欧洲超级杯冠军，以及5次的世界冠军球会杯冠军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